料里面呢，现在营养午餐呢、啊，也让大家觉得吃的不安心，而喝呢，跑去这个买一瓶这个运动饮料来喝，哇，那现在真的是非常的不安了，而且现在恐怕买不到了，因为呢，包括了除了四大超商跟量贩店都已经把有问题的饮料下架，你已经买不到这个运动饮料之外呢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有一些的学校像是建中啊、合作社就跟进啊，因为这些其实是很多的年轻同学特别爱喝的，那么学校赶快把所有没有通过检验的运动饮料通通暂停贩卖，为了这个让学生们能够喝得安心。建国中学合作社的运动饮料上贴着暂停贩售的字条，验出塑化剂的饮料早就已经下架。好动又爱喝运动饮料的高中生，在这波塑化剂风暴中得绷紧神经。他说最近都喝白开水就好了，这些很恐怖之类的，要注意一点。不止爸妈耳提面命，塑化剂污染饮品事件越演越烈，被查出有问题的饮料几乎每日一爆，消费者人心惶惶。为了保险起见，学校暂停贩售像这样子的运动饮料，不过同学们似乎都没得惊。我们小朋友他们神经还蛮粗的，其实他们也还会去翻冰箱，然后还会去拿个产品，他都要等我们阿姨提醒说，同学那个先暂时不卖。运动量大的学生族群也只好乖乖选购其他商品。学校合作社跟进四大超商，在塑化剂疑云还没厘清之前，白开水最安全。中央新闻郭先阳、陈乃瑜台北报道。